锄禾灶台节水宝，水满即停，无需用电。精心的设计使我们的产品控水精准，安装简易，操作方便，使用寿命长，彻底杜绝灶台长流水问题。节水宝安装方法：首先将脚阀缠好生料袋，套上装饰盖，并将其固定在灶台上。将波纹管的一端连接脚阀，另一端连接节水宝。接下来把支架固定在温锅边沿，最后把节水宝插入支架中，安装完成。针对平口温锅，同样采用松紧式的固定夹设计，操作简单，拿取方便，便于安装和打扫卫生。传统猴箍固定夹，无论安装还是拆卸，都需要用到螺丝刀来操作，费时费力。锄禾节水宝固定支架均采用松紧式一体成型工艺设计，手动操作省时省力。